其实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国家一直在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龙门也在创建文明县城。家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宣传和谐家庭，是想将家庭的爱与包容传递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以积极饱满的心态去生活。所以我们想了收集10000张全家福，因为全家福体现的就是家庭的爱与包容。在欣赏它的时候呢，会发现很多温暖、很多温馨的画面出来。所以我们一直想引发人们去关注家庭，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家庭和谐，从而导致促进我们社会的和谐。我呼吁大家在百忙当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拍一张幸福满满的家庭全家福，在自己感觉到很没有力量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你会感觉到很温暖的，相信我。我是 LB7 曾国，谢谢大家。